人类的生存发展过程就像是一部与水共舞的史书，翻开这本书，有令人震撼的情节，也有让人感动的智慧。从古到今，水利工程经过不断的发展进步，只为让人民生计获得安全无虞的保障，让产业经济往前迈进。石门水库的发展是一部人与大自然共同写下的故事，现在让我们一起进入它的精彩世界。台湾山高水急，因为地形环境的因素，虽然降雨量大，但却成为地球最缺水的地区之一，也因此水利建设是地区发展非常重要的基础建设。早年桃园地区有千塘之乡的特殊景观，开凿了非常多的堤塘，但若干旱期稍长，就会造成池塘干涸，水量不均的情况影响了民生稻作，所以在1964年诞生的石门水库就成为北台湾生活、生产、生态所需要的关键水资源。大汉溪原名大可坎溪，它是桃园地区的重要灌溉水源，而流经石门地区时，因为溪洲山与石门山两山对峙的环境优势，有着适合新建水坝的天然条件。1956年，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成立，历经了8年的设计施工，投注了7000多名人力，工区辽阔，地势险峻，这在当时是极其艰难的重大工程。也因为如此，石门水库的新建为台湾造就了许多工程建设的人才，对后来大型工程的设计施工有着深远的影响。完工后的石门水库设施可以分为大坝与附属工程、灌溉与给水工程两大类。主构造物包含了水库、大坝、溢洪道、发电系统、永久河道放水口、后池及后池堰、石门大圳进水口、桃园大圳进水口、紧急排洪隧道等等。水库满水面积可达8平方公里，总容量3亿900万立方公尺。大坝在原先的设计是拱坝的形式，后来为考量安全与经济效益，改为土石坝，坝高133公尺，总体积706万立方公尺。石门水库的集水区横跨了桃园县龙潭乡、大溪镇、复兴乡、新竹县关西镇、尖石乡、古峰乡及宜兰县大同乡，位于大汉溪水系的中游。它是台湾第一座多目标水资源开发工程，营运半世纪以来，对于北台湾地区的农业生产、工业发展、减轻水患灾害、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等各方面都有重大的贡献。但一直以来，石门水库也面临了许多严峻的挑战，风灾水患、土石崩塌、泥沙淤积，这些影响水库营运、缩短水库寿命的因素，都是工作人员要以智慧与耐力解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石门水库的功能效益以及整治计划的进行。水利建设影响民生经济至为重大，石门水库兼具给水、防洪、发电、灌溉、
观光等五大功能。它带来的源源活水造就了北台湾地区发展的荣景。在用水方面，主要供应桃园县、新北市板新及新竹县湖口等地区。最早石门水库的建设目标是提供灌溉，设立了桃园大圳、石门大圳取水口，供水以适时适量为原则，并需协调实施轮流灌溉或加强灌溉管理、节约用水等等。早期石门水库的灌溉面积在1969年曾达到最高的52000公顷，而随着工商业发展迅速，水田面积减少，目前灌溉面积约为36753公顷。石门水库提供的灌溉功能对农民来说是相当大的助益，但随着社会变迁，供水的比例也随之不同。早期农业用水占了95%，公共给水只占5%，但因为经济发展、产业转型以及人口成长，需求量有所消长。以2010年为例，用水比例为农业用水占了53.09%，家用及公共给水45.67%，工业用水1.24%。这些数字的消长，让我们看见台湾产业的变化。而石门水库的新建促成了经济发展，加快都市化的脚步，下游地区人口快速成长。在公共给水方面，石门水库每日供应给北台湾的用水大约140万吨，这也包括了桃园八大工业区的工业用水。石门水库不但提供了稳定的用水，也提供了民生经济向前迈进的稳定力量。水利是非常重要的天然资源，也是最纯净的绿色能源。石门水库拥有石门以及义兴两座电厂。石门电厂自1964年开始运作，义兴电厂则属于水库完工后的重大设施，自1983年投入运作，是台湾第一座遥控电厂，发电与停机都由30公里外的石门电厂遥控操作。两座电厂平均每年提供4亿2000万度的电量，对早期台湾电能供应不足的情况帮助很大。而在921大地震时，他们也是重新启动台湾地区电力系统的重要工程之一。发电功能让水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配合着台电的电源开发计划，供应了民生需要，带动了产业的发展。石门水库的防洪功能主要在于调节大汉溪上游的洪水，减轻大台北地区的水患。主要的防洪设计是溢洪道以及排洪隧道。石门水库的溢洪道设计有弧形闸门6座，最大排洪量每秒11400立方公尺。而位于大坝右岸的排洪隧道，则是在重新检讨水文之后，于1984年增设完成，有挡水闸门4座，每秒有2400立方公尺的排洪量。除了上述的各项功能之外，石门水库对前来造访的游客来说，更是有着丰富内涵的观光胜地。游客除了走访依山阁资料馆、环翠楼、西洲公园、簇林、蝶苑等等景点之外，也能够在这个户外自然教室里获得环境教育的体验与学习，了解爱水惜水的重要。石门水库除了有丰富的生态资源，还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它的观光价值如同挖掘宝藏一般，值得我们一再探索。
在石门水库的运作上，为了确实掌握完备的气象水文资料，陆续设置了五个水位流量站、16个雨量站、6个气象站，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水文网络。同时以无线电水文遥测及通讯系统搜集水文及时观测资料。集水区的气象记录项目包括雨量、蒸发量、温度、相对湿度、气压、风速及风向，其中雨量观测是最主要的观测工作，掌握集水区内的降雨资讯，推算水库入流量，作为水资源调度运用以及台风来临时防洪操作的依据。水文观测记录则包含水位、流量及含沙量等三项，其中含沙量是水库淤积与集水区保育工作的参考指标。水库的营运管理是一道大自然给的课题。石门水库的集水区内山坡陡峻，溪流湍急，地质脆弱，土壤松软，若遇到地震、台风等天然灾害，常常造成上游集水区崩塌、水库泥沙淤积而影响使用年限。1963年，在石门水库工程接近完工之际，葛勒里台风就带来了破纪录的洪水以及沙土淤积问题。为了面对严峻的自然考验，延长水库的寿命，陆续展开了一系列改善及新建的工程，包括在石门水库上游集水区新建的拦沙坝，用以拦阻上游边坡崩塌的土石。每一次的风灾都像是一个试炼，风灾期间气象瞬息万变，石门水库的工作同仁随时掌握着最新最迅速的资料，以保障水库与民众的安全。石门水库也设有水库泄洪警报及溢流警报等系统，作为防汛作业中保障下游居民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但要面对的考验不只是风灾当时，每当台风过后还需面临水质浊度的问题，就像是2004年的艾丽台风带来的超大雨量，造成集水区大范围崩塌，水库的水质因浊度太高，导致净水厂无法处理，因此造成了桃园地区17天的停水。为了因应紧急供水问题，工作人员在石门水库松台前方设立紧急抽水机制及输水管线，以坝顶抽水方式取得表层较干净的水源，以供应96万吨原水为目标。而在分层取水工程完成后，坝顶抽水这个阶段性任务就可卸下。在石门水库及其集水区整治计划中，新建增设分层取水工程，分别于标高220公尺、228公尺、236公尺新增取水口。当风灾来临时，可以取用水质浊度较低的表层水，取代原先标高195公尺高浊度的石门大浚底层取水口。不同的取水口也可以随时视情况有灵活的调度，避免停水的危机，保障民众的用水权益。石门水库的永续和保育不止在工程方面，在集水区内也需要做好水土保持，维护集水区内良好的森林覆盖，防止土石流失。工作人员积极宣导集水区内的水土保持，尽力维护水库内的水质与自然生态。为了让石门水库的寿命得以延续，抽泥船日以继夜的运作，清淤工程不停进行，就像是每位工作人员从不放弃地为石门水库找出整治之道一样。在他们的齐心努力下，石门水库以满满的生命力持续为这块土地注入活水泉源。
石门水库的自然生态与人文风貌都十分丰富，交织成了一幅动人的影像。在自然生态方面，集水区的溪流环境与品质关联着各种生物的生存栖地，共14个支流的广大水域孕育了许多水生生物以及陆域的河岸植物与清水动物。在陆域生物的部分，包括哺乳类、鸟类等动物与植物，记录到的种类非常多样，属于珍贵稀有保育类野生动物有30多种。在水域生物的部分，包含浮游生物、虾蟹螺类、水生昆虫、鱼类等等，亦是相当丰富。而石门水库的人文环境也呈现出独有的文化特色。这个著名的观光胜景每年总是吸引许多游客前来，不管是透过